捐租得地，捐租就是免除租金就考取了公民。这是华亭，有个读书人，华亭也是江苏松江县一带啊，叫华亭，李登银，是就是读书人啊，家里很贫穷，只有两亩地。梁某弟因为他读书或者去做私塾的老师哦，啊，所以他自己不能种田，就租给别人去种嘛。租给别人就是佃户。这佃户呢，由于他生病了，啊，这块地呢也就荒废了。荒废虽然荒废了，但租给你，你的这个田租要交啊。所以佃户没有办法呢，就准备把自己儿子卖掉来偿这个田租。李登银知道这个事情，就发了恻隐之心呐、啊，说你是由于生病的原因不能来耕田种地，这不是你的过失啊。我虽然也不富，也比较穷。但尚且还能够靠点微薄的教书的钱来生存，啊，那你我怎么可能让你们父子俩啊生离死别呢？啊，说你赶紧把这个银子拿回去，把你的儿子赎回来。啊，但这个佃户说。哎呀，这个我卖的那个主人家，他估计不会让我赎回来，有这个担忧。这个李登银说呀、啊，不要紧，我是一个很贫穷的奴生，我尚且可以免你的租金啊租钱，那个人都是大富人家。啊，我想他也会懂得积德哟、哦，啊，他说我跟你一块去，跟你一块去说情。你看，这个李登银还真是帮人帮到底，啊，就跟着这个佃户一起到这个啊佃大富人家去讲情，啊，那大富人家一看，人家一个贫穷的奴生都不要佃户的租金。那还有什么说的啊？那就把这个，他的儿子还给他的父亲了，啊，儿子续回来，父子团聚，啊，那这个佃户就很感恩呐、啊，每天就是烧香啊，祷告祝福啊，希望这个李登银救命恩人呢、啊，能够有好运呢、啊，啊，哎，果然啊。到了康熙甲子年间，就康熙23年啊，1684年，啊，李登银就登贤书了啊。登贤书就是在乡试的时候考取的举人叫登贤书，啊，然后再过了在1709年乙丑年间又连捷。连捷就是进一步考取的进士了，叫连捷，啊，你看看啊，马上报应就来了啊，好报。所以这里就是对那个农民要有一种哀伤之情，农民一年到头披风戴月啊，面朝黄土，面朝水田，那么去劳作，没有一刻的闲暇。全家劳苦，没有一人得安，啊，所以民间官仓1000个库粮，1000个仓库的粮食都是从农民的肩上挑过来的，啊，那个肥料千坑万坑的粪便都是从农民的肩上啊挑过去的，啊，或者忍住饥饿去浇水。或者带病去努力的耕田，啊，背后背是日暴，太阳晒，啊，雨来，啊，侵，啊，种下去能不能有收成，啊，
念念多想着，千回万饶，如果年成不好啊，这个没有收获，田租怎么办？家计怎么办？啊，一到秋天啊，收割的时候啊，田中所收的稻谷得到的报酬啊，很多都要偿租债啊，一年到头辛苦下来。啊，家里还是萧然呐、啊，家徒四壁，啊，全家仍然没有赖以生存的这种啊这种口粮，啊，那么仁人君子啊，了解农民的这种疾苦啊，这种生存的艰难呐、啊，难道不哀伤吗？所以这个长工或者佃户跟地主的关系，他的纽带要有一种道德的润滑的啊。所以原来有个叫祖金阳，他是个地主啊，听到家里的佃户有死亡的情况，一定会啊哀哭啊，拿出钱来帮助他办丧事啊。丁清惠啊，这个地主啊，对待佃户就像父子关系啊。陆平泉先生遇到家里或者自己父母或者自己办大寿啊宴席，那一定要给他的佃户要免出田租多少多少米啊，如果自己或者家人住官了、升官了，又免佃户多少田租啊？家里得了一个儿子或者得了孙子，又免田租啊。所以佃户呢啊就很感恩啊。其实感恩呢，反而这个租税反而不亏空。这里也是同体的关系啊，啊，所以你一个地主对佃户越好，佃户的感恩他就深耕细作，反而丰收。一丰收，当然他就不会亏欠你的田租，他自己也得到了好处，也是帮助他人，就是帮助自己，啊。所以那些如果是地主，像周扒皮似的。啊啊！太阳没有上来，他在这个半夜就在学鸡叫，那你估计是一个特殊情况啊啊啊！你暂时得到一点好处，一时间以为你得便宜了，以为得计了，但是你不知道冥冥当中啊，你打这个小算盘的人，还有一个打超大算盘的人在看着你呢。啊，天地之道啊，天地以好生为德啊，以仁慈为心呢、啊。你不能刻薄啊，不能残忍啊。啊，你如果你这样老是这样做，那超大算盘的天神就会生气哦，啊，就会把你的福禄全都给你削掉哦，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李登银以梁某地的这个田租免去啊，使他们父子团圆，最后自己考取了举人考取的进士，你可说他的田租所得到的收获，那实在是太大了，太多了。